义工神仙们，早上好！今天我们的义工大学主要讲的是山中宰相陶弘景。陶弘景在我们道教的历史上处于一个非常的崇高的位置。我们要是看过去看过八九十年代看过香港电影就知道，曾经香港很流行鬼片，讲那个道士抓鬼，有好多好多这种系列的电影，最出名的《倩女幽魂》等等，还有那个什么僵尸系列，还有什么开心鬼等等。他这一系列的抓鬼的故事，其实追本寻源来自于茅山道士，而茅山道士的祖师爷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陶弘景，是他一手建立了这一个法脉，叫做茅山宗。这个陶弘景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小时候是一个神童，后来呢一直隐居在这个山里。当时的皇帝叫做梁武帝，一直想请他入朝做官，辅佐他，就亲手给他写了诏书，还送给他一些礼品，但是陶弘景始终没有答应。最后这个梁武帝请的次数多了，这个陶弘景没办法，画了一幅画就送给这个梁武帝。这个梁武帝打开画一看，哎，什么意思啊？两头牛，一头牛呢在那个大自然之中很悠然自得的在吃水草，另外一头牛呢身上穿的是那个黄金的打造的那种骆头，就是束缚住它，然后有一个绳子拉着，后面还有他的一个画了一个人拿着鞭子在抽他。这个梁武帝一看哈哈大笑，就对周围的他那些大臣说，哎呀，看来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尘世的追求了，他就希望做这个吃水草的悠然自得的这个牛，不想被人束缚，是想效法庄子啊，所以说我要让他做官，那看来没戏了。从此以后梁武帝不会再提请他做官，他也一生就不想做官了，就一直隐居在山里面40多年。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时代，什么时代呢？梁武帝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当时佛教的这个达摩从他那里过，跟他聊聊天，聊功德，什么叫功德？梁武帝说，我功德大得不得了，怎么那个达摩说没有功德。这个梁武帝是一个崇尚这个佛教的，他自己就是一个和尚皇帝，他还自己把自己卖身，就是自己出家，然后那些大臣又赶紧把他买回来，还是做皇帝吧，这样一个人。按道理来说，应该他是遇到任何问题他应该去问佛教，问和尚，问那些当时的高僧，但是不是这样的。他遇到任何的大事，国家每遇到危急之中搞不清楚了，不知道怎么办，他必然
派人带上他的问题，快马加鞭到陶弘景那里去。每个月大概都有好几次要跟他写信，就是讨论这个朝中的一些难以决断的疑难问题。然后陶弘景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用易经八卦给他推算，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然后送回去。所以说，由于这个梁武帝对他是非常的这个虔诚，他就被称为三中宰相，他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而且这个梁武帝是这么一个人，他不仅是崇尚那个，他的主要的是崇尚这个佛教，但是呢，他在遇事情的时候呢找道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它有一个特点，这些王朝就是外儒内道，外释儒家，实用道家，就是他。表面上，就整个天下感觉都是用的是儒教，儒家孔子。但是遇到大事、疑难问题解决不了的，一定是问道家。包括过去的刘邦问张良，刘备问诸葛亮，后世的朱元璋问刘伯温，这个梁武帝呢，就是对外呢，就是是以佛教。全国都是信佛教，但是对内呢，他只要遇到大事，肯定是问陶弘景，还是问道家。可想而知，道家在这个处理出世事出世间的具体问题上，那个智慧之高，在整个中国古代是无出其右，而且所有的帝王都认可这一点，都知道是这么回事，他就是这么厉害。他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了很多东西，留下了中医的中药，他写的《本草》，他把那个古代不是一个神农《本草经》吗？就是一个神农氏，通过自己的修炼修为，他就是辨别这些草药的药性。这个陶弘景呢，就到了他那个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些规范，因为他是个修炼之士。陶弘景很善于炼丹，因为道家是把人体自己这个人当成了一个实验室，生命的实验室，作为一个小宇宙，所以说大宇宙有，但我们小宇宙有，所以说山里面有一棵草，或者是有一棵树，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它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去感知，比如说用自己的劳宫穴去把那个一个草的那个内在的灵气收到身体里面来，然后进入一个很静定的状态，就可以感知到它走的经脉循环的地方，来由此得出这个草有什么药性，这是道家的方法。后来写下来，慢慢的演变为中医，所以说中医是来自于道医，来自于道家的，所以说我们把它放在易工大学的道医系列，因为它就是一个道医。同时呢，他还是一个前知500年、后知500年的预言家。所以说，那个皇帝遇到事情不会去请教一个和尚，不会去请教这个达摩，也不会请教其他的高僧，一定请教他，请教一个道士，因为只有他知道，其他人不知道。所以说，他还有一个对后世影响很深远的，就是后世的这些道士们。去治疗一些疑难杂症，在香港那个电影里面演出的是什么呢？抓鬼，名气最大的抓鬼名气最大的就是这个茅山道士，穿墙，穿墙是哪里的？崂山道士。当然，《聊斋》是把它讲成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一个笑话的故事。后来呢，通过实践。很多道士啊，都在道士实际上是科学家，科学家对这个大宇宙、小宇宙探索的最执着、最认真，甚至不怕那些统治阶级来打击他们，他们宁愿隐居深山，隐居一个荒漠之中来进行研究，包括命理学说，这些都是道士们在山里隐居的时候把它研究出来，
但是也不完全是整天在山里，他会定期下山到一个人多的地方，比如一个县城，去实践、去总结、去收集资料。最后发现，在资料疑难杂症的情况下，发现这个抓鬼呢，它也是有一些不完善。为什么呢？过去就是我们去看那个电影里面就讲，有一个道士去把那个鬼抓起来，放在他的那个宝葫芦里面关上，这个病人马上就好了，或者就减轻了。是非常神奇，但是久之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把那个鬼抓抓抓抓抓，那个葫芦里面装不下怎么办？而且关键是那个鬼也是一个灵魂，你把它一直关在那个宝葫芦里面，好像把它禁锢起来，好像不太人道，而且也由于这个慢慢认识到，这个人呢，他有3世因果，就是说人在过去是轮回转世的次数非常多。太多，你这样抓不完。再说抓到放在什么地方呢？一直把它禁锢在那个宝葫芦里面，也不是回事。放出去它也不是回事。最后发现，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通过超度。哎，他们最好的去处是东方长乐仙涧，因为那个地方他们就可以先天和这个秦教大天尊了，他也就大天尊。他们的修为就上去，这样他就广结善缘。这个道士也跟这些小鬼结了一个很深厚的缘分，这就成了坏事变。所以说，后世的这个真正传承了祖师的这个最精妙的法门，就是超度到东方长乐世界。当然，有的人福报不够。没办法去不了，没关系，超度到一个善处，比如说到一个富有的人家，到一个知书达理的书香门第的家庭去投胎，做他们的儿女。这样一来呢，这些小鬼们就有了机会和这个道家的善知识结缘。那么他投胎之后，他还有机会修行，这样就帮了他。哎，这样呢，道士就不会因为要替天行道而接触太多，这就是广结善缘的道理，这也是一种慈悲的道理。其实陶弘景除了这方面，他还是一个通家，就是说他的知识面非常广，写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虽然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时代久远，他的好多东西我们其实现在也已经看不到了，但是他在这个史书里面，道家的史书好多东西里面有他的记载，他可以说是一个医学家、炼丹家、文学家、博学家，你。而且他自己就历经了3个朝代，那个时候就战乱时代，改朝换代非常快，这个道家在里面起了一个稳定剂的作用。道家在历史上都是一个稳定剂，如果天下大乱，有一些带天命而来的，可能就去帮助辅佐君王去了。啊，另外一部分呢，做隐士，做隐士的好处呢，就是钻研科学，哎，对这个人体、生命探索。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精通易经，用易经来提示这个人类的每一个时空应该向哪个方向走。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陶弘景，它其实就是我们整个5000年、上万年的道家传承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个承前启后。而且因为有了他，他是出生于儒家，他也在朝廷很年轻，20多岁在朝廷里面就做官。只不过后来他觉得朝廷黑暗没什么意思，他辞官不做了。他是儒家非常精通，然后他的那个骨子里面呢，道家，
就是他真正能够指导他的是道家，能够把他撑起来的脊椎骨脊梁骨道家。然后对佛家呢，佛家他也很精通，他也很懂佛家，所以说他是儒释道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几乎是全才。说到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要因为今天的这个开示就要结束了，提醒一下很多人听到这里他容易走歪，我就发现有人走偏了。为什么走偏呢？他说啊，这些祖师爷们这个知识如此的广博，我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去道家佛家儒家还有民间，还有好多好多到处去找各种老师去学习呢。这个想法本没有错，但是一定要知道它是阶段性的。一个人如果你还没你那个脊梁骨还没有立起来，也就是说你现在进入我们太乙道系在学习，你没有学到十年之久，你对这整个系统根本没有建立一个真知灼见，你就开始到处去找老师，只会一败涂地。这种人太多了，最后一事无成。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一个主心骨，他出去就会被人所忽悠。而我们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不是一般的复杂，是极度的复杂。你没有一个分辨力，你走出去见到一个新的门派或者新的一个法脉的或者一个民间的，你搞不清楚他是政治政见或者是邪知邪见，你听着是非常都很好，每个人那里你听着都很好，你就进去了，就把你掉坑里去了。有的人可能就跟这个道系就永远就失去了缘分。所以说你没有十年沉下心来的定力把它定下来，把我们这个道系的根本它的灵魂掌握在你的心灵深处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再去学其他的，就应该一门深入。然后十年之后你觉得自己已经任何人要诱惑你政治政见，你拥有了一个脊梁骨，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处去了解天下之事，各门各派你都可以去了解。这就有如于过去古代的一些，比如说某一个武林高手，他其实你别看他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叫做鸠摩智，有个鸠摩智他很厉害的武功高手，当然他很喜欢学什么少林七十二艺啊，什么天下的东西他都想学，如果是一个武痴。但是呢，当他每一次遇到真正的顶尖高手的时候，他跟别人对仗的时候，别人都能看出来他真正的武功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他真正打底的，就是他长期修为的他本门的那个功夫是起作用的，后面其他的东西都是花拳绣腿。为什么？他只是了解一下，增广见闻，仅此而已。所以说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小心在意的，就是你完全没有一个看家的法宝，你就不应该再去学习其他的那些门派，否则的话你就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是，没有一种掌握，你都没有一个主心骨，这是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的。最后就是提示大家，任何时候慈悲善良奉献，这是我们道系所追求的最高的目标。因为要实现人间的仙境，必须依靠每个人拥有慈悲。包括我们交朋友，好多人出现麻烦，就是他只是看对方啊，那个人本事很大，本领很大，其他不管，最后发现结果都不好。为什么？因为真正看人只看一点，慈悲。有慈悲可以引以为友，没有慈悲尽快远离。当然表面上对他还是要好，不要树敌，但是呢慈悲为最高法则。好的，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